5年前的这首 solo 累计超过10亿观看次数， 成为 K-pop 女偶像第一人。5年后晋升女王的 Jennie 准备好再次 solo 写下记录。 팝스타 비욘세 등에 속한 미국의 대형 음반사 컬럼비아 레코드와 파트너십을 맺고 신곡 발표를 준비하고 있습니다. 哥伦比亚唱片除了碧昂斯以外，还拥有 Adele、 Harry Styles 等天王天后。9号破文宣布和 Jennie 成为一家人，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录制新作品，预计10月就能问世。在自立门户后 ，Jennie 的活动更加多元。 前发表的单曲《 You and Me》 化身美少女战士，光是舞蹈版 MV 就突破1亿7000万次观看。和才子 Zico 合唱的歌曲，短短4个月更即将逼近1亿大关，可见 Jennie 音乐品味不同凡响。二号姐妹 Lisa 也走在潮流尖端。 超火辣又前卫的 Rockstar 是 Lisa 成立公司后第一首作品，挥别过去大众熟悉的 K-pop 曲风，令全球粉丝惊艳。现在换 Jennie 接棒回归歌坛 ，Blackpink 成员单飞后各自会有怎样的突破，令人期待。三立新闻双报道。